全国大专院校排球锦标赛今天上午9点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开幕式，由台大校长严振兴主持。这次一共有57队参加，分成大专男女甲乙组以及五专男女组。今天上午在宣誓仪式进行以后，就分4个场地举行比赛。在大专男甲组方面，师大胜北体专；大专男乙组方面，六官胜正大；五专男甲组，北商胜昆山；大专女乙组，正大胜中大。